亚冠赛日本队以7-0击败韩国队夺冠，大会 MVP 是西武队外野手外崎修泰，他老家刚好是卖苹果的，对于自己有好表现，老家苹果也卖光。他说，现在真的是最忙的时候。出生在青森县，外崎修泰的个性也跟他自己的名字很相称，给人外向不怕生的感觉。外崎修泰对中华队一役率先开轰，并有猛打赏表现，对韩国队冠军战也有2打点演出，总计4打点。外崎也认为自己在这次大会学到很多，并且一场一场都很拼命去打，所以多少对自己未来也更有自信。新闻授权来源 NOMUS。